叫，你挡着我的镜头了，舅舅。走开。耶、晚上好。晚上好，舅舅。舅舅。晚上好，小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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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老虎安 peace 的皇冠，谢谢，这就是说谢谢小安。谢谢谢谢你的皇冠哦，谢谢谢谢你，谢谢谢谢你哦。我眼睛有点迷蒙，我戴像滴个眼水呢，因为我有两根倒睫，这个眼睛就是我每次会把它剪掉，但是没找到剪那种小剪刀，它既然长长了我就不能剪了，所以除了睫毛膏一直戳到我眼睛，我眼睛都看不清了。没吃东西了，等会儿煮完播吃。现在是12:21了，等会儿播一会儿就走了。倒睫就是我下面的睫毛，下睫毛是往上长，就会戳到眼球。看这段毛飞了。哦，我也看见了。长毛毛嘛，很正常了。今天跟我演见过呀，啊，好，后面有点慌张，因为没有跟大家合过站位，我就一直就是没合过嘛，所以就不知道路线怎么走，就很慌张。然后呢，旁边就是跳，就是那个。星级皇冠的时候，小宝宝在我后面说话，我在想他在说什么，他在说什么，因为我得留个空给他，我不知道是左边的空还是右边的空，我在想他在说什么，然后错过了一个动作。他在说什么？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他应该就是让我留个空给他。对，因为我就是自己学的，所以就是大概知道那个位置，但是具体的得合才知道，没合过。我都不知道我往左边走还是右边走才能把它录出来。因为上场跳的时候是正常的，因为上场没这么多人。高一点，今天 MC， 我觉得今天 MC 一般般吧，也尬住。哎，好，是不是直播期价有点太高了？还是放下来。因为不知道，就是这话不知道说什么，对，就是不知道说啥。已经因为完全没有 MC 话题可以，就是。讲的就是没有什么好玩的话题，大家可以多投稿一些好玩的话题，觉得这已经算好一点了。真的实在是不知道说什么，哎，今天。就是那个摄影的 staff 是新来的，还不知道怎么切镜头。
我是一个可看气氛的人，我不是，我这个人，这应该也算是缺点吧。我不会就是那种，一直就是一直整活的人，因为我觉得我就会尬住。我是看大家的反应，如果反应好的话，也会积极点；如果反应没什么反应的话，我就不敢说什么，绝对会尬住。就摄影师换的新闻，前四首歌只能看到我后脑勺，真的假的？Oh my god！因为我还没看，因为回放没有出来，我也不知道。因为今天排练的时候我都在嘛，我看那个摄像，新来的摄像还在找人，我看他一直在找我，我就看他也找到我了吧。但是排练的时候就几个人，在排16人，所以我就觉得，至少我排练了，他应该知道我吧。但我感受到有的分词好像没切到，好像。你也是新来的，好像两个都是新来的。哎，谢谢，一减一不是零，打一次是三。成功，谢谢最喜欢我的电电，谢谢你的星星哦，谢谢你最喜欢我啊，谢谢你，谢谢，一个星，两个星，三个星，四个星，五星，六星，这么多星。有重复的心，那不是很正常吗？没提那么题库，不知道哎，应该它是随机的吧？我觉得应该是随机的。好热哎，我想去把空调开低一点，遥控器，哎。又有点懒得拿遥控器，谁懂？哎，我今天发现，就是这两天发现一个事情，就是做鼻腔的时候嘛，这是一个正常的腔，是吧？你要看侧面，这是个腔，但我每次会这样，我的手不受控制，会这样悄悄的比个耶，真的，就正常的腔。是这样，但我每次手不受控制就会这样比耶。唉，对呀、啊，有很多动作有这个动作，就是老是有这种动作，我就每次都会这样，很尴尬。我的手不是短，我要告诉你们，我是手长得小，因为我的手心长得也比人家小，知道吧？我说过很多次，我是手和脚都长得很小，是整体小，而不是短，知道吗？是我的手掌心就长得很小，整个小一点，不也不就是你在污蔑我。我的脚是36码，但是我最近感觉自己好像得穿35码的鞋了，因为我今天买了两双，好不容易买了两双公演鞋，36都嫌大。但是公演的时候，有时候给我找35的穿刚好，是不是我的脚很小？所以它是整体小而不是短，是要看比例的，知道不知道？热死我了！
或者说我要自己买鞋呢，因为公演鞋太大了。结果今天自己买的鞋一尝尝，发现也大。我屌，这个前四手滑溜溜，我跟你们说。今天整场公演都有点滑溜溜的。对，百姓觉得我今天穿得很帅，然后就把我的衣服给抢走了。说实话，我之前也想过要穿这套衣服跳拒绝指教。谢谢，请艺农小朋友呢的夜蝶。我就是戴这个嘛，我感觉我的耳就是直接要穿孔了。我拍 MV 也戴了这个。所以我就感觉我就是我，因为我戴的非常紧嘛，不然会掉。我戴的很紧，紧到我整个耳朵充血。我觉得这里直接给我穿孔了都要。我今天，哎呀，今天好多事故啊！然后今天 unit 的时候上场前，发现我的 unit 上一场就是少了一只手套，所以我就一只手套。然后今天上场直接少了一只鞋，是不是一只鞋？然后就随便找了一个鞋子穿。手套已经找不回来了，但是鞋找回来了。鞋就是被乱放了，不知道就是可能别人穿了之后乱放了。鞋是找回来了，但是那个手套找不回来了。因为这个衣服不穿手套有点，感觉怪怪的。我道杰现在还在呢，没咋样，就是让他放轻松一点，管不了他，就是让自己眼睛放松一点，别紧张，戳不死他。25号，就是我老师说开场跳两首，结尾跳一首，我就上开场的。看完就跳完开场的之后，我就走，我就去赶高铁。哎呀，我肚子叫。中秋能回家吗？我打算这两天回家一趟，回家一两天，两天吧。然后我还约了拍视频，就是一个，就是我之前说的很贵的视频，因为我之前不是拍了一个视频，一直没有放嘛，因为它的后续一直都没有拍。我觉得这个摄影师可能要割我，因为他不会拍视频。所以我觉得他要把我割了，就是只拍了一半那个骑小电驴的那个。然后呢，但是吧，就是觉得还是得找正规的，就是会拍视频的人拍，但是会拍视频的比较贵，我就找了一个会拍的，啊，是外地拍的。也不用太期待，因为也没有什么剧情，就是它，就是这种没有剧情已经很贵了。但是它好像应该不怎么接有剧情的，就是希望拍的好看点，就是一些简单的吧。回家能看困困，可以啊，给你们拍困困返图，但是我回家就不直播了，因为我回家。也可以直播，可以素颜或者电台的。我就不想化妆，不想把化妆品带回去。我就回家很短，我回家过中秋啦。但是我担心我起不来，就我担有点担心我起不来回家。啾啾在旁边玩呢。在这儿，听见了吗？我舅舅没在撕纸，是我在撕纸。我的手就喜欢到处摸摸，就是软软的东西。
肚子好饿呀。想看困困抓鸡，谢谢一颗牛丸的灯雨蝶，谢谢。好大的一声肚子叫，好饿。等会儿本来找要找百姓吃东西呢，我就看他人在干嘛，找他连个麦。我的口红被我吃掉了，你们看。我最讨厌口红里面白外面红的样子。我每次其实都很多话想说，就是没在直播的时候想说，一直播我就忘记要说什么了，很烦。每次有好有意思的事情当时不能说，过一会儿我就忘了。但是写个备忘录有点夸张了。也没有这么重要，这是些小事情。比如说拍 MV 的时候，因为不能透露什么东西嘛，所以我都没说什么好玩的事。我估计拍 MV 我都会忘了。谢谢 H 之处的皇冠，谢谢，谢谢小芝的皇冠，谢谢你哦，谢谢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虽然有 vlog， 但是真正好玩的时候你就是来不及拿手机拍下来的，除非你有一个像明星他们，就是有个人专门给你记录。你要是自己记录，你只能在你想拍的时候拿出来。但是真正就是你真的发生好玩的事情的时候，除非你就是哎呀肚子好了，都是只能你故意拍的，没有就是自然流露的。哎，我刚刚想那个东西，我现在又忘了。哎呀，打乱了。说，我想说什么来着？刚刚，哎呀，我又忘记我要说什么了。不是连麦。我想说什么的？啊，我想起来了。今天 staff 就是在后台说我们要有特殊公演了。就是公司排的，就是周年公演，因为马上要八周年了。谢谢查查的花前月下，他说是staff 说是排在11月份，11月份应该可以。我要给白星宇亲亲我的肚子叫，可是我好像没直播多久吧，我怎么叫的这么厉害？哎呦，我肚子太能叫了。
哎呀哎呀哎呀！我的口红又没了。我好卡，是吧？谢谢小夏的皇冠。虽然很感谢你的皇冠，但是不许乱说话。在这个直播间是我地盘，我地盘听我的。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。这是不是肉色的口红？突然发现，谢谢小犬的皇冠，谢谢谢小犬，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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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只是很多个星，这就是在累积，看见没有？这叫冒野冒星星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每次看到天天在扒冰箱，就很像在做那种运动瑜伽这样。谢谢小鱼弟弟，谢谢小鱼的皇冠，谢谢谢谢你的皇冠哦，谢谢谢谢，三颗油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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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啾啾。他有种族天赋哦，我没有。他的就是身体好，是因为他是一只猫，而我呢是一个人，人因为猫有别。啊，他这么准时下播了，那我也得走了，我不能做一个不信守承诺的人。哎呀，先不走了，半江明月画中城，打一次。半江明月画中城，半江明月画中城。半江明月，打一次半江明月。哎呀，这题有点难。半江明月画中城，我猜是魏。哈，谢谢最喜欢我的星星，谢谢你的星星哦，谢谢，谢谢谢谢谢谢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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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你，感谢你。Yes。Yes，好了，我要走了。友友们，让我们再会。我要恰饭去啦，拜拜。哎呀，我就是有很多话想说，但是我今天没说得出来，我好难受，我好郁闷，因为我全忘了。唉，拜拜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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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拜，早点睡哦，晚安。